我们今天前行心之勇士的部分是第33页第57则。第33页第57则。良师心慈爱心，良师心慈爱心。我们一起念一下老师的开示哦。一位在佛法上真正的老师，可以成为你心里永远的皈依处。不管你的人生经历什么风霜，在任何时候，他都会用满满的慈爱始终如一的关注着你，用清晰的智慧引导着你。一开始老师说，一位在佛法上真正的老师可以成为你心里永远的皈依处。那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实际上大家现在学广论，学到很多大圣经典的教理呢，都会告诉我们，好说这个从小圣到大圣到密续呢，那个世事如佛都是最重要的修行关键。所以为什么要世事如佛呢？因为佛陀说要世事如佛，对于你所依止的传承师长，好，你必须要把它视为佛，你才会得到佛陀的圆满的加持。好，就是对于从佛一直无间无端传到现在的这个传承当中呢，我们对于我们所依止的传承师长，如果你能够把它视为佛的话呢，你得到的就是佛亲自教导你的效果，这样，那这点就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师父在广论录音带里面有讲说，不是没有圆满的善知识，不是没有圆满的教授。好，就是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眼睛，认不认得。那为什么不是没有圆满的善知识，不是没有圆满的教授呢？师父也有说原因，因为佛陀的悲智力是圆满的，佛陀的悲智力是圆满的，而佛陀的慈悲智慧跟他的威神力都是遍满整个法界，可以利益到所有的众生的，这样，他给予我们最殊胜的利益方式，就是化现成为，跟我们的因缘关系最密切，多生多世摄受我们，对我们最了解的，我们所依止的聚缘的传承师长，那他就会传递佛陀最大的加持。我们也因为对这样的聚缘传承师长有发起信心的关系呢，我们也可以最容易的、最快速的得到十方诸佛最大的加持。然后在广论的32页、哦、就有特别说到，此部弟子于尊重所应如何观，如金刚手灌顶器于秘密主，弟子于阿舍里所应如何观，如于佛伯揭翻即应如是，其心若如是，其善常生长，彼当速成佛利一切世间。诸大圣经一说因起大师之讲，毗奈耶中亦有是说。那这一段就讲此部弟子于尊重所，尊重就是师长，就是善知识哈。我们对于自己所依止的传承师长应该怎么看呢？那金刚手灌顶训就说，佛陀就跟金刚手菩萨讲，金刚手菩萨另外一个称号就是秘密主。好，那一个弟子对于亲自教导他的师长，他应该怎么看待呢？如一佛婆揭凡经如是，应该看得像佛一样，其心若如是，其善常生长，彼当速成佛利一切世间哈。懂得这样去看待自己所依止的师长呢，好，那他的善根就会快速的增长，这样的人会快速的成佛，利益一切世间哈。然后呢，显教的大圣经也说，应该对于自己的师长应起大师之想，大师就是佛的意思，这样应该把自己的师长视为佛。毗奈耶中有是说，毗奈耶就是戒经戒律，就是大小圣共通的戒律，也这样说。好，所以其实呢，有的人会说，哦，好像之前这个汉地佛法这个没有什么世事如佛的讲法。其实有这样子说法的人，应该是说最基本的戒律概念不懂。好，你打开沙弥律仪的威仪门，最前面很前面的地方就写了当世师如佛，还是沙弥律仪的威仪门哦。好，那何况是华严经啊，这些大圣经典本来汉传经典就有。好，那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无三参里面很清楚，善财童子面对善知识就是把每一个善知识视为佛，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啊。好，所以不管是汉系还是藏系啊，真正源自于佛的圆满传承教法，没有不讲世事如佛的。好，没有不讲世事如佛的。好，后面老师说，不管你的人生经历什么风霜，任何时候他都会用满满的慈爱始终如一地关注着你，用清晰的智慧引导着你。好，其实传承教授也有这样讲过啊，因为是世事如佛的关系，因为佛陀说要世事如佛的关系啊，所以呢，经典上面所说的佛的功德，你就可以拿来好对照在师长身上观察。所以这边老师说，
他会始终如一的用他圆满的慈悲关注着你，用他清晰的智慧引导着你。那在广论的101页讲到佛陀的智功德的时候，就说智功德者，为于如所有性、尽所有性、一切所知，如观掌中安摩罗伽，智无碍转，能人自遍一切所知，除佛语者所知宽广，质量狭小，悉不能遍。意思就是说，只有佛陀能人自遍一切所知啊，只有佛陀。老师常常讲，只有佛陀，他的心跟所知一样大，意思就是说，他的心当下限量了解一切所知。好，整个法界所有的法有多少，那佛陀的心就了解多少，而且是当下限量了知，只有佛有这样做到，因为只有佛才完全的断除了烦恼障跟所知障。佛陀以下的人最多是智慧比我们一般凡夫宽广一点这样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像佛陀一样智遍一切所知啊，智慧可以遍达法界的所有一切法，而且是当下限量证得的哈。那这一点就很不一样，而且事实上这一点你也可以稍微依稀仿佛的体会一下佛陀的快乐，因为我们没有成佛，当然我们离佛陀的快乐很远，但是呢，当你知道遍智一切智智，它是任何刹那对于法界所有一切法都在当下限量证得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说，诶，遍智呢，这个经论上面有讲，遍智每一刹那都是心证，遍智每一刹那就是心证，所以遍智呢，每一刹那对这个法界都有一个新的证得，新的领悟。好，平常我们都说，哦，希望每天不要过那种一成不变的日子啊，希望天天过新日子啊，佛陀是每一刹那都在过新日子。哦，是这样的一个特征哦。好，在广论101页有讲，悲功德者，如诸有情为烦恼福，无所自在，能人亦为大悲戏福，无所自在，是故若见诸苦众生常起大悲，恒无间断。那这个譬喻非常的微妙哦，说我们凡夫众生一直被烦恼绑的，永远摆脱不了的样子这样，那佛陀就是一直被大悲心所绑的，哦，也永远离不开大悲心。然后记得我们刚刚说佛陀的心当下限量了知法界一切法嘛，所以一切有情尽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业力啊根性种种的状况，这个师长佛陀都是当下限量了知的。好，所以说一切实处普摄护就是这个意思，而且他一切实处对我们普摄护普观照的时候呢，是用大悲心摄护观照的我们。那在广论102也有讲，业功德为生与异业，尤其任运无间二相而证饶益一切有情，此复由于所化之别堪引化者，能人无不令其所化会于圆满，远离衰损，定做一切所应做事。讲到佛的事业功德，说佛陀的生与异事业哈，由任运跟无间，无间就是没有间断一直不停的，任运就是这个不需要费力，好，不需要费力任运就成就的这样的状态呢，正饶益一切有情，对一切有情都给予最殊胜的饶益。好，堪引化者，那个得度因缘道的话呢，佛陀一定会让他的所化机能会愈圆满，远离衰损，定做一切所应做事，就是佛陀的事业一定可以给一切有情最大的利益。好，只要他的得度的因缘到了，那么他可以得到怎么样的救护跟提升呢？佛陀不会缺少，不会迟到，好，马上会任运无间的承办这样。好，那这就是佛陀的生与异业功德，那实际上呢，也就是我们所一直的传承师长善知识的功德，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样。好，那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来看？我刚刚讲过，事实如果是佛讲的，而且佛陀在共享圣的戒律，在显教大圣、在密教大圣的经典里面一再反复的说，好，这就是为什么要事实如佛的理由。好，那在广论103页，博多瓦尊者有一段话说，若硕硕斯见能生信，见境相续，能得加持，是说如果你一直不停的思维师长佛陀的功德，好，你的信心就会慢慢增长，因为师长佛陀这些功德就是佛陀亲自宣说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你思维佛陀亲自宣说的这些法义呢，你就会慢慢的越来越生信，慢慢的会净化你的相续，会让你得到很大的加持，由于此上获得定解，故能由其诚心归依，若于所学能正习学，则一切是悉成佛法。到最后会产生什么效果呢？你对师长佛陀的功德产生定解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发自内心的诚心的皈依。好，然后这个时候会产生什么效果呢？你要正皈依师长佛陀，你一定会正皈依他们教导你的法，对不对？
效果最好的时候，你对的任何一切境界，对的任何一切境界，都是你这个学习佛法、提升佛法、增长你对佛法体会受用的机会，会到这种程度这样。好，就面对任何境界都在教你佛法，师长佛陀的法身都在教你佛法，没有任何一个境界，顺境逆境都一样，没有任何一个境界，没有师长佛陀法身的加持跟教导，到最后就会变这样。后面那句话就很重要，吾等对于诸佛妙智尚不计为准洽赞普，这个就很有意思哦。每个人检查自己的现行，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哦。好，你今天听说哪个算命先生很准，对不对？他跟你说，明天早上你出门千万不能往东走。哇，那你一定依教奉行，顶戴受持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如果是别人说师长啊、佛陀啊，跟你说啊，什么恶业不要造啊，什么善业你要多造啊，好像就相较来讲，那个直取受持的力量就没那么强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就这个状态？所以博多瓦尊者好准呢、啊，他把我们的心态抓得太准了。好，这就是为什么他成就我们没有成就的原因，就差在这里。好，就是我们对师长佛陀的功德，我们对视事如佛这件事情，力量太弱了。好，力量太弱。其实这里面有两重障碍。第一个是呢，还没有修视事如佛之前呢，光是佛讲的和算命先生讲的，就算命先生分量比较重了这样。第二个呢，又没有修视事如佛，更惨。所以一个没有修的凡夫很惨哦，算命先生排第一，佛陀排第二，自己的老师排第三这样。好，那这样不要说没有成就啊，这个一定会引来很大的过患，非常的痛苦。好，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，说视师如佛是一种法性的真谛的显现，法性的真谛的显现。那这句话有一个比较容易的理解，好，因为呢，法性的作用就是我们讲缘起性空的道理，里面一定有一个如是因如是果，业感缘起的这样显现嘛。意思就是说什么？你按照佛陀的话，你种正确的因，你种修视师如佛的因。你将来感得的果，就是你会真的现证师长就是佛陀，就是佛陀在教你。反过来讲，你不种修行的因，你不种修行的因，好，你不种视师如佛的因，那你感得的果就是什么？你就会觉得我的师长是凡夫，这样，我的老师是凡夫，如是因，如是果，所以视师如佛也是一种法性的真谛的显现。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讲过，我几年前有一次在海外，我就亲身经历这个事情啊。那时候呢，师父在海外很慈悲的接见了一个以前的弟子。以前的弟子就是说，后来他离开师父，他没有再继续追随师父这样。结果呢，师父一跟他见面的时候就非常奇怪。好，一跟他见面的时候非常奇怪。师父从那个人一进门开始，师父就全身痒。好，所以师父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就比较特别哦，就几乎没有停的，一直要不停的，要不然要抓一抓头啊，要不然要抓一抓脖子啊，要不然要抓一抓肩膀啊。抓一抓腰啊，抓一抓腿啊，就是一直全身痒，啊，就要一直不停地这样抓。那我在旁边看，我就心里很紧张啊，因为师父平常是非常威仪极静、非常有威严的一位老和尚嘛。可是怎么跟这个以前离开的那个弟子一见面的时候，师父就全身痒，就必须要一直这样抓一下、抓一下、抓一下这样。我那时候在想，我本来就很担心，我在想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当初就是对师父信心不够才离开的。他现在看到师父又是这样子，一直都这样动一下、动一下，他会不会对师父更没信心啊？我就一直在穷担心这个事情的。后来呢？等到他走了，很奇怪。他一走，他一出那个门，真的就这样。我亲眼看到，师傅就不痒。他一出那个门，师傅就不痒。后来我才慢慢领悟这个事情，这就我们刚刚讲的如是因如是果的道理，你知道吗？你当初造一个不修性的业，对不对？你造观过的业，你造不修性的业，所以你将来感得那个境界是什么？感觉那个境界，就师长好像显现出来会有过失的样子，让你那个不修性观过的习性会更串习更加重。平常我们说等流增上交互作用锁死嘛，对不对？你造什么业就会有怎么样的增上环境，现起怎么样的造作等流，还记得吗？那反过来讲，如果你造一个修性的业呢，你感觉的那个增上环境是什么？你就会在那个境界上面看到师长显现更多的功德，然后让你原来那个修性视事如佛的那个造作等流会变得更强、更增长。所以为什么师父说你修一指法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像竹筒一样直上直下，做对的很快上去，做错的就一下就下去，越来越下去，它就会到这种程度。我这样说明听得清楚吗？好，所以我最后要再强调一点什么？视师如佛是佛陀从小乘到大乘到密续的教典里面反复教诫的，那是佛陀亲自说的。所以
不要否定佛陀说的，这会很可怕。好，然后也不要说这个汉传佛法没有讲，汉传佛法没有讲的人，你自己去翻最基本的沙弥律仪威仪门，打开来就会看到当世是如佛。好，那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行智勇士的部分啊。